当前形势逼人呐，为缓和大陆的迁界近海，本王已致书清廷，请康熙派重臣前来和谈。延平王圣鉴。太平岁月很难看出中间来的，当今台湾时局艰难，这才能看出人心叵测呀。末将宁愿战死，不愿谈判。 臣与康熙势不两立，对，势不两立。谈判还是要谈的。我们可以借谈判示弱于清廷，方能以柔克刚。和局一开，对外呢，我们可以交敌；对内嘛，我们可以中间立宪。延平王圣鉴。 虽未拆阅台湾书信，但臣预料，此筒内八成是正式的乞和书信。如臣偶然料中，则臣建议朝廷冷淡正式三个月，然后再派员招抚。臣以为，谈判是要谈的，但谈判所得的东西，远不如打仗打下来的东西可靠。 正经乞和的折子，你们都看了吧？看过了。臣看了足足三遍，每次感受都不一样。说说看。这第一遍，臣喜，正经已经知道朝廷厉害，开始向皇上献媚。第二遍，臣忧，正经在上梅花三弄，使缓兵之计。第三遍，臣又喜。 此乃收台之良机，一旦成功，则三年禁海费用全都省下，朝廷不战而胜。姚启胜也是喜忧参半，他怀疑郑经的诚意，让朕冷他三个月。皇上，千万冷不得呀！臣建议要趁热打铁，将百炼钢化作绕指柔。皇上，一旦冷下来，郑经见求和不成，便要顽抗到底呀。 那姚启胜之所以停止谈判，多少有点养寇自重的意思。皇上，您想啊，台湾顺利收归，那姚启胜岂不无用武之地了？哎，你们总是把姚启胜想得这么阴啊！他都多大了？64了，半截入土的人，只不过想在这有生之年做点事儿，补补这辈子的缺憾，这一点朕不会看错的。臣多虑了。 臣的意思是，虽然弹劾，但仍当立足于战。这话说的是，郑经乞和诚意不足。不过他向朕献媚眼儿，朕就笑脸相迎；他要向朕呲牙，朕就以铁拳相待。总之，切不论郑经有没有诚意，朕是有诚意的。明珠啊，臣厚旨。 这次轮到你建功立业的时候了，你要深思熟虑一下，草拟一下和郑经谈判的条件。朕只有三个原则：一剃发，二称臣，三登岸。除此之外，任何条件都好商量。皇上，由谁赴台谈判呢？当然是你啊！万花筒啊，满腹经纶，舌战群雄，去为大清扬威。这，有一件事你们要记着：大清和台湾。 既非两国，也不是什么两朝，而是朝廷与下属府道台的关系，所以你这次去不是什么讲和使节，而是朝廷的特命钦差，奉旨招抚。啊，你要恩威并用啊，不要有辱圣望。皇上放心，姚启胜已为朝廷立下大功了，奴才绝不会输给这个汉臣的。搜徒，臣在。 关于整军备战的事儿，你要全力以赴的去做。朕建议你，啊，还有兵部、吏部、户部，你们全当没有谈判这回事，一门心思，武力收台。这，明珠啊，三天以后，朕为你置酒送行，谢皇上隆恩。
但有一事，请皇上明示。说。福建姚启胜总揽台务，臣此行为钦差大臣，与姚启胜可谓是一山二虎，各奉其职。奴才斗胆叩问皇上：福建距此4000余里，如遇紧急情况，是姚启胜节制奴才啊，还是奴才节制姚启胜啊？ 哼，你这话问得很呐、啊！你还没出京呢，就和朕谈判了，你是怕他和你争功吧？皇上，姚启胜之台，初见成效，功在皇上。若不是皇上授予他重权，他何以成事？但是姚启胜的傲气，奴才4000里以外都闻得到。皇上。 前界近海，首推姚启胜，招抚台湾，却要靠名相啊！臣斗胆祈求皇上授予招抚专权，以防姚启胜撤走。那好，朕赐你一道密旨，碰到紧急情况，你可以节制姚启胜。啊，臣领旨。 招抚钦差大臣明珠到。福建总督姚启胜参见明相。哎，姚大人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哎呀，姚大人，明珠简直不敢认你了。怎么？啊，3个月不见，你是光彩照人，气色灿烂，越活越年轻喽。明相说的是，养马那会儿马肥了，人老了。 如今做总督这会儿，大权在握，天天都是青春期呀！<笑>好，姚大人好福气哟！哎，明相您请，我请你喝茶，极品铁观音呐！啊，姚大人请，明相请，哎，姚大人请，明相请，好，好。<笑> 回味无穷啊！苦怎么跟喝药似的？功夫茶本来就是良药，包医百病。哦哦，明相当然没病，没病也可以健身嘛。姚大人。 明相真是名动天下，刚刚到任，茶还没过三巡，哎，海峡对岸就知道了。啊，本钦差成天威南下，所过之处无人不晓啊。且慢，咱们猜一猜，正经说什么？我又不是他肚里虫子，怎么猜得到啊？两军对阵，应该料敌于先嘛。下官实猜九中。哦。 这我倒要验证一下，正经此者，一定是给朝廷的媾和条件，他必定是要皇上封他为王，永驻台湾。嗯，有道理。<笑>姚大人呐、啊，你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自信。下官错了。
你错得没边儿了，我念给你听听。首先，此信并非出自郑经之手，而是信南侯郑泰的密信。听着，郑经绝无归属朝廷之心，郑经意在借谈判来争取时间，使朝廷涂号时日，让靖海令虎头蛇尾不了了之。郑经最终将割倒称王，另立朝廷。 臣郑泰早已不堪郑经所辱，决意归降大清皇上。姚大人，我看郑泰这笔字儿嘛，倒是小有成就，八成是学过王羲之。姚大人看看是否有点书圣的味道啊？台湾就要起内乱了，真乃皇上之喜，本钦差之福啊！此事。 朝廷可以大加利用，收事半功倍之效。郑泰不可信任，明相应当坚定不移以郑经为谈判对手。为什么？一者，郑经是台澎金夏之王，步军、水师、官吏、财政均在郑经之手。郑泰虽是郑经伯父，却是属下，只是奉命驻守金夏。明相。 你是朝廷招抚钦差，岂有舍郑经而救郑泰之理？再者，我对于卖主求荣之徒，从来不敢信任。<笑>我看姚大人除了刚才的大毛病之外，还有个小毛病，请教。迂腐啊！如果郑泰卖主求荣，我看这是好事嘛。 果然能借郑泰之刀杀掉郑经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明相不愧是万花筒，果然有十八个心眼儿，眼眼相通，瞬息万变呀、啊！姚启胜，你傲气熏天，皇上赏你个差使，你却携台湾自重，言官早有弹劾，说姚都之祸不亚于台湾之祸。要不是皇上护着你，要不是我明珠善言维持，早就把你的官了。嘿，三里河马场。 不是还在三里河吗？将，哼，真到了那一天，养马头没门，找马革裹尸吧。明相说的那一天，总得等台湾收复以后再说。常规是写了墨，才好杀驴呀、啊。那行了行了行了，不争了不争了，老这么跟你斗嘴，我明珠都被你勾引坏了。是啊，咱们还是谈谈。 风雨同舟，荣辱与共吧。姚启胜，令你明日将台澎金夏全部敌情整理报我，后日被官船两艘，侍卫十八名，随我赴金门岛。金门岛，首赴金门，收服郑泰，再由金门岛转赴台湾。本都总理台务，明相此举，本都不同意。哼哼。 我明白了，你是嫉妒本相，担心收台大功落到我明珠手上是吗？有那么一点儿，但更主要的是，我是担心别把我姚启胜辛辛苦苦构筑的平台方略搞砸了，台湾收不回来，反走得更远。放肆！平台方略是你的吗？那是皇上的。下官失言。姚启胜啊，姚启胜。 我本不想为难你的，可是你，姚启胜接旨，臣接旨。朕授予明珠，临机专断之权，凡与府台事务相关的各级文武，均由钦差大臣明珠一体节制。 钦此，臣领旨。大人，大人，老洪啊，在下已将明相送至驿馆，前来奉命。一路上他没说过什么，啰啰嗦嗦的。 都是盛赞大人的话，人家是春风得意哟。明相夸谁，谁就得心惊肉跳。大。
大人，皇上此举，每到关键时刻，皇上最为倚重的还是满族皇亲。周沛公推荐我出山，恐怕我要做第二个周沛公了。大人，您比周沛公更高明一层啊。嗯，此次明珠府台成了功在于明珠，败了我也难逃其过呀。哎，这府台的事我就能行，皇上何必知他跟我添乱。只身赴虎穴擒恶龙，但是本钦差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行前本钦差留遗言在此，如果本钦差一去不回，待皇上大军攻下台湾后，有劳列位在日月谈判燃一炷清香，让本钦差亡灵有之啊。三炷清香，老大人请回府喝茶去吧。哎，明夏，你万万慎重，慎重啊！好了，回去吧。太子太保领吏部尚书特命招抚钦差纳兰明珠驾到。啊，在下金夏统治信南侯郑泰。在下左先锋靖海侯施琅。哦，两位义士久仰了，皇上托明珠给两位带好来了，皇上还经常念叨你们呢。啊，您想请啊，请。哎呀，这么多壮士啊，搁这小岛上可惜了，应当弃暗投明，为大清效力才是啊。这些壮士愿与金夏共存亡。哦，好啊，这样更好啊。应当同台澎金夏一起共同来为大清效力啊。啊，明夏心腹驿站歇歇。啊，不累不累，一点都不累啊。明珠头一回登海岛，想看看异域的风光啊，有劳二位领着明珠随意走走可好啊。就请信南侯陪着明相走走吧，在下告辞了。果然是个海霹雳呀，名不虚传呐！啊，他就这性子，要不然姚启胜当年怎么会将他逐出师门呢？啊，明相，在下陪您走走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啊，请。啊，此去台湾需多少时辰呢？啊，风向顺畅的话，快船四天半。啊，有趣儿。西南侯距台湾四五天，距大陆却只有三个时辰。如此看来，西南侯还犹豫什么呢？在下不懂明相的意思。本钦差抵达总督府的当夜，就得到一折密信，署名是陈正泰。敢问信中说些什么？啊，信中说正泰不堪正经所辱，决意归降大清皇帝。啊，明相，岛上天气多变，我们还是进陵再说吧。好啊，请。请。哎，这是什么树啊？啊，不畏风暴，便于海滩。相思树。相思树，您想请看，相思树下尽相思啊。啊啊，您想请看，这都是数十年来的守岛将士，大多数人死于荷兰人的刀下呀。啊，为何墓碑全部朝北呀？啊，
死者祖籍都在内陆，他们虽埋入黄土，仍然北望神州啊。纳兰明珠，深为感佩啊。请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哎，信南侯就不必吟风弄月了，死者是不会泄密的，现在你我都担着血海般的干系，我请你以诚相见，尽吐真言吧。啊，这是你哥哥郑安之墓啊。12年前郑成功去世，引发王储之争，是郑经社稷杀害了你哥哥郑安，继承了延平王之位，对吗？不，我哥哥郑安不是郑经杀的，而是我杀的。什么？你杀了你哥哥？明相啊，12年前先王郑成功去世，哥哥与我与另立王子，不幸计划败露，眼看着将灭九族啊。我哥哥郑安流着眼泪对我下令，要我以奉旨平叛为名将他自己斩首，并且要我提着他的首级向郑经报功。哥哥说，只有这样我才能获得郑经的信任。天下竟有这等苦肉计呀。明相，这坟里埋的是我哥哥无首之身呐。此仇此恨我岂能不报？哼，兄弟二人以死求活，这我能理解。我不能理解的是，为何不是你哥哥杀了你，而是你杀了你哥哥？因为我有二子，而我哥哥当过明宫太监，终生无后啊。正太，明珠多有得罪。明相，你听着，我已在台湾布置妥当，你到达延平王府后，郑经将设宴款待。宴席上听我一声令下，自由卧底刺杀郑经。事成后，我将率领台澎金夏36岛军民去发称臣登案。好，有什么条件？条件是朝廷必须封我为延平王，世袭罔替。准。你做得了这个主吗？哼，我是朝廷招抚钦差，皇上授我临机专断之权，而且还授我一道密旨，怎么，你想看看吗？臣郑泰叩见钦差大人。侍郎将军，我陪明相赴台觐见延平王，在此期间今夏各部均由你一体节制。领命。万不大意，谨防清军借谈判之机偷袭今夏。来吧，这边侍郎叫他们渲染沙滩，那边还有延平王会让明相碎尸万段。还霹雳多虑了，明珠只求功德圆满，全身而退。信南侯，侍郎是否与你同谋啊？啊，他一无所知。啊，明相放心，侍郎深知台湾终非大陆之敌，郑经也绝非康熙的对手。郑经早就暗中提防他了，郑经一旦丧命，侍郎肯定随我归属朝廷。
姚启胜又揍了明珠一本，你们自己念念。郑泰篡位弑君不会成功，而且一旦攻变失败，郑经定会与朝廷结下不共戴天之仇，必将誓死为敌，那时候平台越发不易了。你们说说这个明珠是不是太轻率了？哎，明相这老毛病又犯了，贪功心切，一日三变呢。根源在朕呢，朕不应该给明珠临机专断权，让他劫持姚启胜。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，说不定明珠已经被害了。皇上，招抚钦差如无专权，如何招抚？臣以为皇上授明珠之权并没有错。哎，朕把那个干老头子也得罪了，说什么臣不怕刨祖坟，就怕圣心难测，称病辞职呢。臣以为该重责的恰恰是姚启胜，此人60多岁了，饱经沧桑，还这般交情，动不动就冠乌纱帽，封疆大吏岂能受不得半点委屈呀？一针见血，这就是所有汉臣的短处了。他们总觉得朕是满人，必然重满轻汉，所有的汉臣都有这个心病。朕就是把他们摆得一样高，他们也还会觉得比满臣矮了半头。除非朕让汉臣比满臣高出一头，他们才觉得是一边高了。姚启胜啊，姚启胜。这回呀，朕不赏他，也不讲他，反而骂他。哎，你们信不信？朕是越骂他，他是越舒服；朕越骂他，他和朕是越贴心。陈廷敬，你指这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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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骂得好，骂得痛快，真乃千古之骂。拿酒来，要痛醉一场，好叫花子以痛醉配痛骂，其乐无穷。侍卫，上酒。老洪啊，立刻把这份骂纸装裱起来，挂在我的书房，我要一日一见，传之后世。罪臣姚启胜戴罪叩报皇上，皇上赐千古之骂，臣读之如饮百年佳酿，醍醐灌顶，身心俱醉。此刻臣如梦初醒，已是焕然一新。明相不远千里而来，必王十分欣喜，希望明相来得欢喜，走得愉快，不虚此行啊。来来来，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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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，我大清皇上怀柔四海，君临八方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台澎诸岛与我大陆一体相连，台澎的军民也与大陆血脉相通啊！啊，有鉴于此，皇上急待列位王侯臣将能够归顺大清，普天同庆啊！啊，明相，清廷虽然占据大陆，但追根寻源仍是北胡女真后裔。延平王虽然偏居台澎金马，却是大明一脉，中华正宗。冯大人此言，小家子气喽。何为正宗啊？皇统便是正宗，王道便是正宗。当今续皇统、行王道者，是我大清康熙皇帝。康熙召我等归化，有何条件呢？奉皇旨，延平王郑经率部剃发、称臣、登案，其余的都好商量。台澎金马军民应仿朝鲜例，只称臣不去发，只纳贡不登案，
去法成臣乃大清之国律，舍此何以见其规划？至于登岸嘛，列位大概希望永守台岛，这可以在登岸觐见后，皇上赐恩旨封赏列位，列位再奉皇命，可以永驻台岛。明相是一只好算盘呐，就这几句空话便招得台澎金马36道俯首就擒，哼，妄想。臣正泰愿意剃发称臣登岸。哦，伯父啊，我一直当你是台湾的信南侯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成了康熙的忠臣了啊？袁平王，你大概忘了吧，我这个信南侯可是正安的骨肉兄弟啊。来人，在来，奉康熙皇帝密旨，将乱臣郑经拿下。对，叛逆小人，本将岂能听你作乱？拿下。是，走。明相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这伯父不争气，让您见笑了。燕平王，您别误会，您听我说，将明珠拿下。哎，燕平王，燕平王，你，我是钦差大臣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让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是钦差大臣，我放啊。千百年来，我们以海为生，这鲨鱼呢，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。我们取之于海，自然也要归之于海。明相啊，这崖下的鲨鱼等候多时了。快，驶入东澳水道，直抵黑脚崖。严平王，禀严平王，侍郎率金下水师向台湾进发，现在距岸10里。他怎么来了？我没有召他赴台啊。郑经，侍郎是奉旨前来剿贼的，你们赶紧束手就擒吧。胡说。严平王，你以为刘国轩背叛了我你就成功了吗？哼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胡说。我早就知道侍郎图谋不轨，把他的家眷全部押上黑脚崖，炮台备战。遵命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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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走，走，快点！啊！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人，走！延平王，臣刚刚得知正太叛乱，率师来救援。延平王，侍郎忠心耿耿啊！开炮！开炮！将军，快快回篱笆！不，快回篱笆！不，将军。郑经，你不得好死！将军。走，走，你快点，快慢，走。我今天亲自为这两人送行。明珠啊，这个卖主求荣之贼，当年为了活命，连自己的亲哥哥都杀害了，你怎么能信这种人呢？啊？啊？明珠，你若投降，我可免你一死。恶贼，你休想！我明珠，生为大清之臣，死为大清之鬼，你，你看吧。哼，宋邦，带信给康熙。告诉他，我郑经愿意称臣，但绝不去发；我愿意归属朝廷，但绝不登岸。
霹雳归顺朝廷，台湾海峡从此一马平川，可喜可贺呀！施将军，姚总，哎，你皇恩师，在这儿，姚且胜，还是在下，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断子绝孙了！快扶起来！抬到棚里去，快，快点，快快！哎，施将军。侍郎啊，福建这天儿还是这么热啊！来，侍郎，哎，请更衣上轿吧。哎呦，这小子还行。大人，怎么让他跑了？没事儿，皇上会把他交给我。正太令你取郑经儿代之，自己称王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你连真假都不分啊？这下好了，郑经铁了心了吧？而且让他骗的台湾民众是众志成城。你知道这要朕花多少心血，花多少银子，耗多少时辰吗？奴才罪该万死。不要跟朕说什么罪该万死，朕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脖子再硬，你死一次还不够吗？还要死一万次啊！奴才罪该一死，一死。怎么姚启胜算你也算呢？姚启胜是怕你破坏了朕的平台方略，而你呢，是怕他夺了你的不世之功。你们俩像刺猬，他扎你，你扎他，怎么就撂不到一个笼子里去呢？皇上，这回是姚启胜占理，奴才贪功了。哎，不容易。这么说，你还是国家的栋梁之才。皇上，奴才叩请皇上对奴才严惩不贷，奴才也叩请皇上容奴才戴罪效力，奴才不收回台湾，死不瞑目。来啊！奴才在。明珠降两级，罚一年俸禄，剥夺双眼花翎。这。谢皇上隆恩。明珠啊，你虽有过，但也有功。比如上回在黑椒崖，你就临危不惧，怒斥群贼，没有给朕丢脸。再有，你能够临机应变，促使郑经炮击侍郎，使侍郎能够弃暗投明。哼，你真是个万花筒。啊，皇上，奴才一直牢记着皇上早先说过的话。什么话？皇上说过，即使海霹雳不为朕所用，只要不为郑经所用，也是朝廷的福气。奴才当时想，就是奴才死了，也得拉上侍郎垫背，使得朝廷日后平台少一个大麻烦。
来啊！奴才在。传旨，明珠功不可没，擢升两级，赏三眼花翎。这。皇上，皇上，将功罚过，恩威分明，奴才当竭尽绵薄以报皇恩。下去吧。谢皇上。哎，李德全啊，你知道做皇上最难受的是什么？就是坐着不能动啊。皇上，当奴才最难过的就是站着不能动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奴才错了，奴才不敢。去，传侍郎觐见。这。皇上有旨，擢侍郎觐见。